慈济麻坡知会首次举办大爱慈善义跑，筹募麻坡静思堂建设基金的同时，也鼓励民众健康生活。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慈善的义跑，也是为了我们要建那个静思堂，所以我们第一次也是献给了慈济。参加这种跑步是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活动啊，我都蛮鼓励我的员工要强身健体啊，除了工作之外。来加油加油来！林汉华是运动爱好者。这次慈善义跑邀约了20位朋友前来。其实这个对我们的健康有意义，人也是当这一半能够做慈善的。慈济这个名字在我们根深蒂固了，就变成慈济哦，做得到就做，帮得到就帮。还有长者坐着轮椅也坚持全程参与。我怕人家推我辛苦，他们讲不会啦。不会不方便啊，带他一起出来，让他散散心。我们就推着他一起陪伴他一起走，众人齐心为爱而跑，为静思堂献出一份力。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